嘿、hey, ，好了，我们今天来继续进行英国的战役系列。那这次我把东西转到电脑上，然后还就是多发生一些琐事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版图变成这样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一下我们？应该说我频道播放清单中会改，偶尔会去做改动。那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英国即将近期推出的这个东西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也很可惜。不过既然我们都在这了，那当然就代表我要继续打这个下去。好啦，那就让我们继续吧。对啊，我对啊，这是我稍微根据我以前的记录重打出来的，并不是对状况不全然一样，所以对啊，有些状况就差很多。但那不算什么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争斗，想办法想要让英国变成世界的强权。先下我的目标应该是他们。Let's go, let's do this. Yeah, submit my order. OK. 他在哪里？我说打这个伯利塔尼的战役真的是让我损失很大。不过好想最后还是抗制他们。那也不算啥，就让我们继续。钱很多。打位。我们不是先刺探一下 ，what the fuck 就知道。好像他们兵力反而集中在这，知道啊，打不住。There you go。希望不会有问题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。对啦，就顶着一场小战役而已。哦，又失败了，真是的，太可惜了吧！算了，我们等他们来。他们没有先攻击，这有点超乎我的意料。对，没关系，不过不要紧，让我们继续战斗下去。OK， 直接解决 ，End them now。Fail， 当走，他被我们解决了。好。又多两块地。OK， 接下来 ，Let's do this。好，接下来换他吧，对吧、啊？但我们这边需要堡垒，5000，真贵。是谁？农会？哦，有点糟糕。挪威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对手啊。
OK。但算了，如果他要来就来呗，会对抗他的。OK， 所以这边有堡垒，好，轮到你了。Desmond， your turn to die。Failed once, failed twice。好，让我全拿下。Shit！Here we go again。好吧，希望他们损失这些东西。All out。很好，很好。哦，还以为是在跟谁打嘞，结果要，我以为是跟谁签盟的，结果不是。Yes, occupation success。再来是他。Desmond, you are ours. Become one of us now. Huh? He dead. 这边有堡垒吗？哦，有，吓到我！哎，对啊，有堡垒，吓到我了。哼，我们已经世界第二了。这倒是很快。很好，他现在越来越喜欢我了。轮到你了 ，Monster Monster， 管你叫什么，慈悲 ，Die。有疾病吗？没有，那应该是战争而已，单纯。我就知道，他也没有攻击，意外意外。OK， 好，这样吧。这样他绝对 hold 不住我们的连环进攻。哇，他们先攻击哦。拜拜 ，Goodbye, Monster, Monster. OK， 好，现在有三面要对决，有点多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差不多要统一整个爱尔兰了。对，不能忘记。花钱处理处理就好的事，嗯。总督柏林吧，那边多少人？因为我没钱呢。Go for it。然后 administration 当然要扣。It's time to ask for fight. Huh, you will lose. Let's see what you got. 不是按，不是啊！哦，你们这些家伙，按到海外了啦。好吧，他没有进攻。不是啊，你们在干嘛？哇，这真的很难按。
不过我们拿下来了。Goodbye, Sir Feynman. Okay, he died as well. He is dead. D.E.D. Okay, 要再解决就是了。还有谁？这边人有点不满啊。说真的，我何谓叫诺曼底出来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诺曼底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诺曼底，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对啊，没有什么意义了、啊。Yeah, I will not, call it out. 嗯。这个战役的目标一直不是要重塑别人，而是重……也不能这样说啦，这个战役的目标，我们是要去建立大英帝国的边疆，就是对吧、啊？我们要去重现大英帝国有的所有土地，所以这当然就代表着我们必须要……哼，你们懂的。OK， 有一场大战在跟 Burgundy 和 Savoy， 也许我们可以捞点。捞点油水哈，去这杯。我们要准备一点事物，准备捞点油水。作为英国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作为其他国家，我想就应该是不行了。谁叫我们是世界第一呢？OK， 他们的确有这一场大战啊。虽然我很想参与，但我们应该先解决我们的爱尔兰事件，爱尔兰的部分，爱尔兰必须先被我们统一，我们才可以做别的事。也不是这样说啦，应该说我会比较希望能先统一对手，统一这些地区，当然包含苏格兰，我也要统一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现在加入对他们的战争。哦，他会叫 neighbors， 不过我不 care neighbors， 哼。一个小虫群都有干啥？What? OK， 我成功。What the fuck？ 看来我有点低估他们的那个战力。哇、哦，每次都这样子，在欧洲本土真的都不能一刻都不能松懈，有没有？他们过来加入吧。可恶 ，Savoy， 你要赢啊！OK， 这场我们倒是解决了。先派一些 scout 吧。哇，还不能盖堡嘞，真是的。然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对，要先签好合约，不然没办法做任何事的。哼 ，They do come。So we capture the land. 真的想象他们为什么会先过来，也很难想象为什么守住了。好了，我都知道为什么。玩到太多了，没钱了，算了算了。好。Fucking hell！ 又刚好有个东西过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对啊，不要紧。我们刚好没钱，真是很奇怪。OK， 再来是这里要处理吗？啊，对，没钱，真是没钱，万万不能。各位，哦，这旗帜太像，我还以为是打起来了，我以为他们自己打起来了，好，我又没钱，该死。算了算了，先解决跟他们的战争也蛮重要。2000多人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结束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每次都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跟我对抗。
就会把一个东西叫出来。如果不收这个的话，我会把诺曼底给叫出来。OK， 我可以这么做 ，I can do it。哎，谁让没有那么多单位，真的很烦。我就先接。Shit， 轮回打我了。OK， 我看我能不能，刚好没有钱。好吧，我们 take loan。这样行不行？最多回合，然后，嘿大哥，我们不要打仗。No war, please. Peace negotiation. 我没办法付他钱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我有，哎，我不是，我没办法付他钱呢。对，我没办法付他钱啊。我想要付他钱来解决这场该死的战争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不要来烦我的话，我都可以。哎，算了，我先准备好海军吧。在海外就击溃他的话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在意。OK， 是他拒绝我。哦，天哪，我得接受这场战争。We need a maneuver. We need to outplay them. 这个一定要谈啦，我没空啦。想不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他没有接受。哎，自作。自受呗。每次我想要干涉欧洲大事的时候，都会这样子，有点烦。好，等下我们海军可以到北海，我们去拿一些挪威的城镇，然后离开这里。有点可惜，那算了。然后他等一下会来一堆 AP 打的，我只好先准备好。OK， 这次倒还不错。OK， 好，我们随便拿一座岛这样子吧。这个不是，哎，这是挪威的吗？好像是哎，该死的，挪威比我想象中还要大。没关系，我们每个岛都进去看看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。这是苏格兰的，我没办法做什么。他们旗帜也是有点像啊，其实。OK， 希望我们这次真的能守敦刻尔克。守住敦刻尔克就可以不用再打仗了。OK， 看来我会拿下。好，这有点失败。我们这个成功都打。Hey Norway， 我们可以停战的。I don't want to fight you. Kingdom of Isle 在哪里啊？All here. 呵呵。I can stop this war right now. I don't want to fight him anymore. Please stop it. Stop it. Okay, 看来我还是有胜利。虽然我刚才一度超级不自信的，因为我被挪威打，但现在好像还好。OK， 他不愿意臣服。从这吧，是觉得打海战很烦，但是又没办法。哦，这有点出乎我意料。那边给他们自己吧，我们回去拿那个就好。这是 OK， 哦，这也是不关地的，该死，我不该动的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不该轻举妄动。
Tell me， 懂你有时候就不该轻举妄动哈，是吧？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刚好进来。下更多的岛，不然他不会听我们，跟我们投降，跟我们和谈。好，我们得跟丽菊要个那个通行权哈，他有点讨厌我们，真的有点可恶，可惜。对啊，希望可以这么做。不然就是跟普罗旺斯要，他也很讨厌我们，基本上没人喜欢我们啊，在这周遭，对啊，他也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啊，这样子真的绕过去。理查二世这次可不想再哭了，好了，我不说哭，理查二世这次想要好好打仗。对啊，这边应该对，这是挪威的，那我们就抢那个边，抢冰岛。我决定不会成功的，说真的。不过这是我们去除维京威胁的大好机会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接受这个该死的战斗。所以他们有接受吗？弗罗旺斯接受了。他为什么有？哦。都接受，我的妈耶！哎，好了，我觉得我该跟波干地停战了，没有意义啊，打下去的话。我看现在可以叫谁出来？算了，我自己吃，我自己吃。之后有空再把诺曼底叫出来。如果我们把诺曼底拿来，也会很好笑。OK， 他们没有缺乏防守，正好正好，快点入侵我的伙伴们，反入侵那些维京人，感觉真超棒，什么跟什么，好了，继续前进。对，一样的道。OK， 看一下是我们拿下一座不错的地区，没钱了，好吧，待会再处理。哎，跟全世界最强大的海盗王国打仗，哎，看来冰岛是我们的了，啊，对吧？完全没抵抗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是那座岛屿。哦，哇哦，2000多单位，哇哦 ，You know we shall pass， we shall engage some diplomacy， 哈，我们只有办法叫他们出来，真该死，我就拿这块好不好？拜托你投降，停止这无谓的战役。如果还会鸟我就生气了，说真的。好，刚好没钱。OK， 我就知道。我有成功吗？有耶，好像会。哦 ，with success。我拿到你另外一个岛喽，大哥。你想继续抗战吗？让我们在这边等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糟糕，连吸引都吸引不了，啊，被歼灭了。啊，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了。
对，你也去。OK， 现在解决一点这些问题。OK， 呵呵，嗯，好，拿下这项目，看一下今天到底有没有跟挪威停战呢？我只要他就出来就好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不要伤害我 ，Don't hurt me， 呵呵，我怕痛。说真的，要不是他跟我一样大的话，我才不用这样躲来躲去的。不接受，不然我们直接和谈，你给我钱就好那种。他不接受，好吧。I just want to die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能这样子空手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胜利耶，他们只是刚好把我们从冰岛上赶走而已。OK， 这下你投不投降？What？ 这样反而降低我的自动分，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我是不太懂，但是太奇怪了。他还是不接受，我的天哪！你们留下来吧。不然就只能 Y piece 啦，就是没人拿到任何东西这种。哎，我不知道2000多的真。我话说是开玩笑吧，我们已经结束了吧？对啊，我们结束了吧？为什么那又显示出来 ？OK， 那变得好小一个。哎，对这种争斗没有兴趣了。接下来是这里。我要去最北边，就是最了无人烟的地方，这样他才没办法马上组织一堆反抗。OK， 我们成功了。OK， 这边都是小进军，这边要大规模进军，然后我派一些人留下来驻守这座城市，这些地方。OK， 想不到我们能反入侵维京人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该是高兴还是不该高兴？有种太吊诡的感觉了。呀，入侵维京人，逼他们就范。OK， 继续这样冲下去。哦，他们来了。I saw them。呀，不要太多。我都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反入侵维京人，虽然我们诺曼人本来是从维京之地来的，但也太奇怪了。Norman conquest, return to the goddamn Norway。诺曼征服之回到诺斯，回到那个斯堪的纳岛，这太奇怪了。哦，我刚好用光了，该死！我想说我钱好多。然后看他们果然回去了。哦 ，Well, at least they tried to defeat us. OK， 我在看挪威要不要跟我和谈。他想要了，对吧？他不行了。He cannot take it anymore. 结果我们也不是拿多有用的地耶，对吧？结果他完全没办法，他不会投降我们。Yeah, whatever. Just take some land back. 我就拿这些好不好？我才不要你这些北方废地，不过我们是继续行动，以防他反悔。应该说，以防他完全不想跟我们和谈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嗯，可惜他们的岛的确，他们的确是有点缺乏战力的，在某些部分上面很缺乏战力。他们在北方的岛上都没主人，没办法马上阻止防御我们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就失败了。
有点 QQ， 但是也没办法。哇，你得2000多，哇，你们真的 overreact。所以他们还不想投降。我的天啊，我想投降，我想结束这该死的战争了。我不拿你任何东西好不好 ？White peace, just it, just white peace. Give me money and I will retreat. OK？ 哎呦，如果这都还不行，那他们就是要跟我们打到底。他们就是有自信自己能打赢我们，这样才会一直跟我们打到底。哦，哇哦，1000多的单位哦，有点麻烦。对啊，我们的 garrison 会 handle 不了他们的。哦，不过我们觉得是应该要先到这边结束了，不然我们都要玩到太多东西，玩太久了。Yeah, ranking 先走开，先储存。哼哼。Oh shit！ 那个 back for the land， 他们还是不肯投降啊 ，white peace 也不要。哦，这不该怎么说？还是不投降，哎，我想要结束这个该死的战争，我什么都不拿了，他还不想要，哎，好啦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。说回来，我们重开这个战役的目的呢，就只是因为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系列还有待，还可以继续下去这样子。那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创造大英帝国的盛世，就是我们要在这边创造从属，然后。反正很多地方都要设从属就对了，包含每周都要怎么的从属，这会是一个蛮大型的战役啊，战役系列啊。反正对啊，我们继续就是为了让这个更长久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